他说他很他们急需急需，他们一台都没有。那我就想说，是不是可以先去借一下？然后我就问苏院长，苏院长就说当然可以，因为现在刚好机器没有人使用。那我就想说太好了，我一通电话就调到机器了啊！请贾小姐救救我的阿嬷，拨一台机器到卫生部立的屏东医院好吗？他说谢谢你，我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，我很感动，我的阿嬷一定会健康出院的。我代表阿公阿嬷还有表弟，我们全家人都很感谢你。我像疯子一样做了这件事情，我不管大家要怎么说。刚刚我有看到有人说你是在作秀，那应该是一场很美丽的秀吧。看到了这一则讯息，医院的呼吸治疗师他说他们急需，他们一台都没有，他们急需要这个就是救命神器。他说永杰，我们可以有一台吗？一台就好了，病人现在真的很痛苦，他很痛苦，我很怕他撑不下去了，他很需要这个，不然他马上就要被插管了。那我就想说，是不是可以先去借一下？然后我就问苏院长，苏院长就说当然可以，因为现在刚好机器没有人使用。那我就想说太好了，我一通电话就调到机器了啊！我老公，我就说我要打电话给苏院长，然后跟苏院长说这个状况这样子。我老公就这样，你到底又怎么了？贾小姐救救我的阿嬷，拨一台机器到卫生部立的屏东医院好吗？这是前天发出来的，我真的跳掉了，我真的没有看到。但是今天下午2:25，我人已经把机器送到了。他说谢谢你，我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，我很感动，我的阿嬷一定会健康出院的。我代表阿公阿嬷还有表弟，我们全家人都很感谢你。我跟他说加油，请你帮我跟阿嬷说，阿嬷，我是为了你才这么努力的把机器调过来的，所以请阿嬷你也一定要努力。烦耶，害我想起我的奶奶啦。对，所以我相信阿嬷你一定会好起来的，真的。阿嬷你有就是这么多人在帮你加油，所以我觉得我像疯子一样做了这件事情，我不管大家要怎么说。刚刚我有看到有人说你是在作秀，那应该是一场很美丽的秀吧。